老东家回来了，还有他媳妇儿刘丁花。哥，小妹儿啊。妈，行了行了，不是这性格啊。那个陈佳颖呢？王大花，你这干嘛呀你？你警告过我，让我听从唐先生号令，我妄自尊大，不听劝谏，武断冒行，枉送了唐先生以及黑瞎子岭十多名兄弟的性命，丧尽了黑瞎子岭的威名。大当家，您也是太想救二当家的跟嫂子了。你给我闭嘴！哥，从今往后，你就是黑瞎子岭大当家，你是决策人。所有人为你耗命施展，包括我。老妹儿啊，祖奶奶有遗训，黑瞎子岭得女人当家。哥，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死去，我找唐先生去。我答应你，我答应你。那行，那现在的情况就这样了啊，很明朗了。我说什么都算了呗，啊。那这样，这呢，也确实就是嫂子了。你们把她带回去，我还有事要处理。王大鼎，你给我站住！你又干啥你？小姑，咋叫的这么顺口呢？陈佳颖是唐玲的女人，我知道她是好人。她冒着生命危险挟持日本大佐，让我跟大鼎逃出来，就是为了保留火种啥的。但是王大鼎不会善解人意。他说有事儿要去办，就是想单枪匹马杀回去帮陈佳颖办陈佳颖自己都已经放弃的事儿。啥事儿啊？全球政治格局啥的，我多搅和呢！你还陈佳颖让咱俩撤，就是因为咱俩啥忙都帮不上，而且你都说了，他都能挟持日本大佐，那他自己肯定能想办法。他这是搏命的吗？所以不想让咱俩也搭进去啊！王大姐，你给我说句实话，你去办这个事儿能有几分把握？你要能跟我保证活着回来，那我二话不说，马上就跟大当家回黑瞎子岭。但是你也保证不了呢，你这就是妄自尊大，不听劝诫，武断冒行。这话你倒学得挺快，小姑，你是我亲小姑，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姑。我不知道你原来咋看我的，但是，我刘金花一辈子没有求过人，我现在就求求你，把王大鼎带走。我知道他咋想的，他就想去找陈佳颖，大不了跟他死一块。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嫉妒，我觉得我男人挺牛逼的，真的。如果他要死，我就跟他死一块，为啥大不了的？可是陈佳颖不这么想啊，陈佳颖不想俺家大鼎死，他想他活着，他觉得他有未来。大鼎，你可以不在乎我咋想的，但你不能辜负他呀。王大鼎，你跟我回黑瞎子岭。刚才不都说我说了算了吗？人要没了，咋听你的？哥，大当家，我知道啊，从小你我行我素，但现在不一样了，黑瞎子岭就是你，你就是黑瞎子岭。哦，天哪，这里还有中国白酒，他们都没有心情享用他们。哎，啊，哎，我说老岳太，你至于那么开心吗？啊，
亚细亚号已经开走了，我们现在只能祈祷外事机构的介入。就算外事机构介入了，摆出最强硬的姿态，他们也不可能要求连你一块带走，因为这样的话，日本人很快就能明白你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人，然后结果就只有两个：要么你被禁锢在日本的某个实验室里，庸庸碌碌的终身为他们服务；要么就是死。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句中国谚语能让人活得明白。如果结局只剩下这两个的话，我就选择后者。懦弱了一辈子，总得豪气一回吧。乔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听听竹的声音吧。陈家营截至日下午，方猛打听出去抢劫，他劝我们上来干什么？真的是陪绑吗？管他呢，反正我们被拎上来了，不至于在地下室被弄死。我真的有点搞不懂了，你说他贪贼到什么程度？真的要钱不要命？有个答案很明确了，博士比克才能为了责任不惜性命。我敢跟你们打赌，陈家营是中共的人。他真的是？我左思右想，始终找不出别的任何解释。让汪大鼎出去，绝不是为了抢钱，而是为了阻止这项钱款成为绑架南京、投靠纳粹和日本的绳索。那他真成功了，我们俩不露馅了吗？我去，我们刚刚帮他骗了日本人。我想这就是根本原因。一旦局面不利，那个纳粹就是人质。来吧，朋友们，现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畅饮啊。Rain， 我们是朋友吗？至少现在我们利益相关啊。好，那我们就拧成一股绳吧，好好看着那个纳粹。把他灌翻不就完了？这王大鼎跑了，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当然，对我也是。没错，这么一来，所有人对陈家营的看法和判断都朝着相反的方向。这野间他本就是被迫压住，并且一次又一次对陈家营言听计从，其实他心里比咱俩都慌，所以杀了陈家颖，一切豁然开朗。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是为了营救大佐。这只要成功，不用多做解释。到现在这档口，事情倒是简单了。赶在陆大营之前找到李佐，万事大吉。再干掉陈家颖，顺理成章的接下这个任务，谁他妈都别废话。而王大鼎失恋之前，还像那么回事似的封了陆代灵的路。能占着便宜，就必定要有遗憾。王大鼎这颗人头，先给他记账上。哥，你放心。陆警长，他。陆警长，裴警官，蒸馏水灌好了。好，谢谢。让我们心平气和的谈谈好吗，陈家营？我想我已经很适应现在的狼狈了。您能有这样的意愿，我很欣慰。等瑞恩和巴布洛夫那些家伙凑到一起，我们就应该很快能推测出政治现今意识目前的现状。他们就会明白，犹太人的钱已经聚起，而且就藏于某个地方，正等待李佐帮他们运走。他们还会意识到，任何交易都不会再有，而多方政治势力就会变得更加赤裸了。
因为简单到了具体的钱，那就是谁有本事谁抢，反正谁也没有道理，谁也没有能力去操纵舆论，把掠夺行为变得更有道义。那您在担心什么？暴露。我担心现状暴露出去，就会出现多方势力哄抢的局面，这很糟糕啊。在陈家颖劫持日下大朵之前，这儿已经就变得一团糟了。其实我方的调查并没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出乎意料地遭到了住客们的抗拒。他们甚至想用武力强行离开饭店，你可以想象我该有多为难。而这些武器恰恰来源于德国人该隐的房间。这些武器的型号与关东局上月缴获的一批走私给东北军的武器型号完全相同。我并不想讨论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因为你知道，在德日亲善的大环境下，这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让你一起来，就是为了蒙蔽我们的，是不是？是不是？你方一定是来人了，楼道卫士会长啊，是他吗？王八蛋！然后你们德日坐下来，静悄悄的谈判，怎么瓜分，怎么瓜分那笔巨款？嗯，啊，你们陈天雅是不是暗中合伙的啊？陆小姐不是你的希望，我才是。我相信有一天，德国会因为友邦喜分到一杯羹，但关键在于，我要先抢到那笔钱。我们怎么可能合作？陈家也是共产党，趁火！别他妈演了。陈家颖是不被了解的妖孽，等他抢到那些巨款，他的属性自然就清晰了，知道吗？老三，拿酒，要不就不信灌不死你今天。来，我理解您的担心。是的，路德维希会长来了，美方、苏方都会派代表过来，屏蔽他们，和那些人碰面是难以持久的。早晚他们会见面，早晚纸包不住火。万一产生哄抢，犹太人会立刻惊觉，会把那些钱迅速藏匿起来。你说了两个早晚，我想您找到了关键词，早晚，一个时间差。关他们上来，就是要拖延一个时间差，先于各方势力抢钱的时间差。我们已经在行动了，不是吗？只要抢先得手，您所担心的一切都不会发生。等一下，我再跟你重复一遍，一会儿进入赌场之后，我贴墙隐蔽，你去敲门，请求开门，假装就是你一个人去送水。大佐的位置就在正对着房门，进门之后，你弯腰放下水瓶。根据人体器官学的理论，当你的头部发生大幅度降低的时候，陈家颖会出现一瞬间的视觉判断的停止。在这一瞬间，你就把大佐连人带椅跟你一块儿让出他的枪位，同时给我也让出枪位，然后我一枪毙命。懂了？懂了。三楼的破坏是最为严重的。您现在看到的是都经过我们修理和清扫之后的。您可以想象，如此放浪的对抗，若不是我方在极力的控制，将会是怎样的伤亡程度？您渲染他们的过错，是希望我什么都不过问，就打道回府吗？恰恰相反，我希望您，甚至可以说恳求您，多留一段时间，这样也给我宽限出一些时间。您是知道的，
这个陈嘉颖挟持日下大佐兵，要求所有住客陪绑，这种心理的确是暴虐的。但您知道，这得需要时间化解。我更想让您了解到，在这段时间里，我方为了保住住客们的安全，尤其是得意住客的安全，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我可以向您保证，之后您能安全地带他们回家。请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负责任的。来，路德维希会长，您这边请。差不多了吧？太喝饱了。行，那咱们也喝点啊。走，走，别。我们来给大佐送些水。陈女士，你好啊，我是裴秋成。过了这么久了，你们肯定口渴了吧？我是来给你们送水的。陈女士，我是来送水的，没带武器。进来。把水放下，自行离开。来来来，干杯干杯！来来来来，哎，老陈，这边儿乔庄长，我这快快抓死他们！这快！我方根本不会封锁任何的消息，从我方来讲，对你们的一切都是透明的。抓死他们！哎，路德维希会长，我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哎，路德维希会长，你听我说。死神，王八蛋，打！打！路德维希会长，路德维希会长。人呢？都给我停止！都给我停止！停止！窦日霄，你干什么？会长，抓住他！跑！救我！坐。该引得下去。就让我们抢钱的事实提前曝光了。你哥我貌似看起来不靠谱，但是在绿林界小有威名，也不是毫无原因的。没有通盘的考虑，缜密的计划，我不会贸然出手啊。我也是威震三省的咱娘和厚德载物的咱爹强强传承，是吧？这信脉品质你值得信赖啊。这原先是唐先生的地盘，后屋的水道几路连江啊，这地儿是挺隐秘的。可问题是我从来也没听过咱爹咱妈的教诲啊，是吧？我不是那莽汉的素质，你说呢？不是哥，你遇事儿行事儿太过梦幻了，明白吗？人要没有梦想，生命能精彩吗？人要没有梦想，你能憧憬未来吗？你没有梦想吗？哥，你别蛊惑我啊，对先驱的人不敬。怎么的呢？我是说，祖先们都九泉下看着呢。哥，咱妈死了，你知道吗？她带着梦，跟人远走他乡，结果却是异常的残酷。这些，都是老犹太亲口跟我说的。哥，你愿为爱赴死，
你爱的人未必会跟你共长眠。说你，咱当时不都说好了吗？发誓要把咱妈带走的男的给宰了，这怎么都碰到他面了又手软了呢？哥，我为了救你，也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在负罪中度过的可怜虫。那你想让我变成他那样吗？怎么的呢？陈佳颖的故事我给你讲过了，你想想看，现在明明是有希望，但是我却不敢冒这个险，让他自生自灭。那我这一辈子，我这一生，我心里得多亏欠呢。不是，怎么还有希望吗？如果是你，啊，你孤军奋战的时候，希不希望一个英雄叭从天而降，啊，披荆斩棘为你打开一条通途？我见不得你，霍启害怕，小妹儿。结果啊，英雄没做成，然后他死了，那我不就变成一生愧疚的可怜虫了吗？你说是不是？不是哥，我……你说是不是？王大鼎，铁了心要回去呗。你干啥？我求也求过了，跪也跪过了。没办法了，你怎么反儿了你了？我刘金花是傻啊，我咋就认定这辈子的王大鼎你就是我爷们儿呢？你是我的天哪！你都死了，我还活着有啥意义？疯了你！啊！正开枪，往自己脑袋开枪！行行，你开枪，你打死我行不行？打死我，我跟你一块死！你要撕我钱的，我咋办？我们俩怎么还携手并进，白头偕老啊？在一块儿生一大堆孩子？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跟陈佳颖的感情，有点复杂。但正是因为他，我才学会了如何去爱你。也是因为他，我渐渐知道了，我有那么多牵挂的人，值得我去拼。像他一样。用命去拼，相信我，金花。老妹儿，我确实不能保证这回我能活着回来，但是现在的我肯定比以前的我强大，我保证，力重伤者无敌。我想试试。陈佳颖说陆大林与我们勾兑，这只是一个障眼法，但我不信他挟持这些部仅是为了案件的主导权，所以谁也不用信，只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有他人有四亿元现金，但是在东北，那我们抢不抢？节奏突然被打乱，无法弥补，现在只能跟德国分享了。冶金科长打电话上来，也只是告知，并不是商量。不，你错了。因为他内心忐忑才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关东局的意愿已经让他非常难办，而这个意愿必须建立在我们成功的基础上，可他却把赌注压给了你的王大鼎，王大鼎已不知去向。你们俩二班啊？夜间本该跟德国大佬喝茶扯淡玩兔子诀呢，你们俩非得整这么档事儿啊？非得让该隐跟主子会什么样？有病啊你们！我们是想营救日下大佐。他是你爹啊？啊，他是你爹呀！告诉你，日本人压根就不缺大佐，就算日下他嗝屁了，还有日中跟日上，你们俩瞎唧唧个啥呀？好了，现在步骤乱了。责任呢，都得落你们俩头上。那今天拖自觉只能拖垮咱们自己。王大鼎失联了，明白吗？现在谁最想拖呀？陈佳颖，陈佳颖，陈佳颖，他就是想拖到王大鼎彻底离开高兰城，他安全了，啥事没有了，然后以大佐为要求放走和平饭店所有的住客，然后各找各的主子，大家高高兴兴沸沸扬扬去抢钱。犹太人惊觉了，钱飞了，共产党从此扬名立万了。窦世孝啊，你怎么还不明白呢？即便是这结果，你不出头跟你丁点关系没有，懂吗？这里老大他不是咱们，你说你们，哎，我刚刚跟关东局通了电话，他们认为以现在的情况，只能送个顺水人情，跟德国人共享这笔钱。好在美苏还没有介入，仅是双方还可以暗箱操作。您要是押错注了怎么办？都是想抢不到钱，拿什么分享？到时候德国人只能说您是个骗子。你没完了你！没错，满洲不是我的，可我就是想证明自己，行吗？这无关大局，只是我的私心而已。您可以看成是我的心情。由此，我只能建议放下猜忌，抓紧时间，因为现在我们只是在跟德国分享。就算是给友谊架座桥吧，如果是美国和苏联都搅了进来，那就无法收拾了。到时候，你担忧的一切都会发生。我早说过，这一切都会发生的，因为我们押错了赌注。等我们意识到王大鼎一去不复返，而我们想要的时间差也会消耗殆尽。到时候美苏就会进来，几方哄抢的局面已经形成。犹太人敏感的就像狐狸一样，声浪一大钱就飞了。如果陈佳颖是敌人，这就是他的策略，他就是想放跑王大鼎，然后用王大鼎耗死我们所有的人。如果你说的都是对的，那最后陈佳颖又该怎么脱身呢？野间平二科长，您还没看出来吗？从陈佳颖劫持日下大佐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想过退路，早就不要命了。野间科长，那景杰，野间科长，苏联领馆、美国东亚事务观察所都已派人前来。怕什么来什么。您所焦虑的事情发生了，美苏都派人来了，可野间科长还没来得及封住德国人的嘴。这不正如你所期待的吗？没完有完没完！现在最焦虑的人是我。王大鼎若从此匿迹，我会亲手杀了你。如果我是敌人，我现在就可以放心的杀了你。
让咱家的都弄好了。咋样？精神不？挺精神。嫂子，你跟我哥上这艘船，有个棚，方便遮挡。如遇意外，咱们砍断绳子，分头走。门桥，你呢？跟大当家还有嫂子，回黑家的领。咋的了？老妹儿，嗨，哥这回不是我行我素，哥有信念了。行，就这样啊，把头衔保持。花儿，我有感觉，只要找着李佐，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相信我。得回来啊！啊，等我。那个，把船分开吧，那盆那给我。窦警长，哎，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夜间还没来得及传达关东军的意图，结果那德国佬嘴巴没把大门的，骂开大街了。这一骂呀，什么都漏了。陈家营得逞了，状况被多方获悉，而我们有没有胆量与全世界为敌，把这些人全扣了？接下来有能力抢钱的抢钱，没能力抢钱的就给你毁。最后一场竹篮打水的闹剧几乎可以预见。没事儿啊，没事儿，都是陈家营搞的鬼，跟咱屁关系没有。届时咱可以说，早已查明陈家营是共党，而且提过建议，并且不顾个人安危，试图营救日下大佐，阻断其阴谋。可是日方阴晴不定，黑白不分。哎，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太直白了，再想想措辞啊。反正陈家颖没跑了，还都好办。到时候一枪毙了他，怎么说都行。我请求对大佐立即展开营救，并以安保措施为由，将这些外事人员一同安置在饭店。期间我跟秋成出去追查李佐，追截钱款。这么做或许还有点希望。什么希望？在窘境中取得胜利的希望。快快，怎么了？快通知野间科长，有王大鼎的电话进来。带我们去。是。喂，陈女士，是王大鼎的电话。接进来。加油。你怎么还没离开？没离开多久就打电话进来了。对不起，我没有依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吧。你知道吗？我现在心情很复杂，我很生气，但也很高兴。生气是因为你卖弄本事，甩掉丁梢。高兴的是你这么做，让有一些人紧张到半疯，真给我解气。我会找到李佐，帮你把事情做圆满。你放心。你这个混蛋，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风格？我一定会为你改变的，不难。随便一点就行。我知道我这个人很骄傲。你说的。等我回来。好。那行，挂电话吧。你先挂。你先挂。
有交流的暗语吗？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但不是，没有暗语。范达让德国佬给跑了，这应该算是眼砸了吧？算是吧，不过这回你的确够朋友。同仇敌忾就会显得大家只有政治现金这件事，其他的就可以被掩盖。我说的对吗？听老友他说，你们夫妇两个都是好人。虽然我不是那么认为的。还好啊，喝酒的时候咱举的是政治大旗，否则德国佬下去，我们暴露，陈家营也会暴露。陈敏章，刚才你扔酒瓶子就盯着窦警长人，是不是因为他手上有枪？陶杰他们还开着，你怕伤着了陈家营？我们俩现在已经和陈家营绑在一起了，他要死了我俩咋办？我泡妞无数啊，你这点小骚情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爱上他了？别逗了，他把我们折磨成这样。是吗？我是不是有点贱呢？恐惧一个人，于是绝望地爱上了，这种案例的确存在。我搞错了。黑瞎子领二当家，我们熊老板特别想要我这个头。跑啊！哎呀，都说这哨子是你悍将，但是没想到被我打半个小时。我就知道你在哪儿了，王大鼎，黑瞎子领的二当家，总算见到活人。我真不敢相信，谁给了你的胆子，单枪匹马的就敢坐在我的面前？啊，南天和警务局的两份公函，捞一眼。哼，看看我现在多嚣张。官印、手印上面都有，哎呦，我都高调的不好意思了，所以看完以后就把它撕了吧。撕了，我就没特权了，没特权，我就不算欺负。你想干什么？帮我找一人，李佐。不算大，但也不算小的一毒贩子吧，白种洋人，黄头发，中等身材，瘦窄脸，求熊老板帮我找他。王大鼎，趁我见了官爹还没摸清底，滚吧！别让我的心情起伏太大，要把控不住，保不齐我也会失手杀人，不好看。找到他，而且还得速度。孙科，都是毒品界的，找个人应该不难吧？赶走！我拿针头跟你换。反。谁的？我的。你想要？从现在起，
我这个人头就挂在你账上。等找到李佐办完事儿，我亲自登门来还。你随便取，若有失言，雷劈祖坟。